这里是美年达独家冠名播出的城市捉迷藏，一口美年达爱上这果味。你玩过捉迷藏吗？有人吗？你好。是不是你说的藏好了？你老皮。相传捉迷藏起源于唐朝，是一款受一代代小朋友喜爱的童年游戏。今年夏天，一款基于北斗卫星的定位抓捕捉迷藏正在年轻人的世界里走红。现在是我们晚自习结束，我们来玩一个最近很火的叫校园定位躲猫猫游戏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啦！几十上百人聚在一起，选出猫和老鼠，集体打开手机定位。趴在后面，趴在后面。上演一场你找我藏、你追我跑的猫鼠大战。城市捉迷藏，让年轻人走出家门，沉浸式体验童年捉迷藏的快乐，释放生活压力，让跑步运动变成一场青年社交，解锁一份全新的城市体验。Ready, go! 初次见面，在城市捉迷藏游戏开始前，我们12位年轻玩家将通过一场线上匿名局开启一次网络捉迷藏。隐藏身份的玩家，五花八门的昵称，风凉模式就此展开，尽现当代年轻人绝美精神状态。这是我的头像，就是成功人士配的头像比较有反差嘛。可能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是我，但是不熟悉我朋友应该是不知道。哇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我第一个发什么了？我先找一个成功人士语录。已经有12个人了，那我是第13个人。你是最后一个进去。哦。你跟你们开始打招呼了吗？没有。我是观察是吧？对，我是一个比较要看，先看看大家怎么说话的那种人。我特别爱潜水。没有人发信息吗？我来发一个。我开始了，我开始 solo 了。喵！喵！谁搁那儿喵啊呜？什么情况？我呢是用我家猫丫头做了头像，然后我的名字就叫丫头，然后签名叫喵。我一会儿进去之后，我就不说任何一句中文，就一直用喵喵喵语气不一样跟大家聊天。大家都开始发表情，但是如果我想找一个人的话，我一般都会先拍一拍他。那我来拍一拍大家，把全部人都拍一遍。直接有人就开始说话了，大家好呀，这谁呀？这个名字，死壮滴，这肯定是女孩啊。死壮丝装的蝴蝶结，这名真的绝了。从小到大啊，没起过这么可爱的昵称过。我看看大家都叫什么。AAA 家人婚纱摄影，女人会独立，闪耀又美丽，叫美丽。春暖花开，好家伙，这头像用的。天哪，有一个跟我妈一样的爱好，春暖花开，然后头像是这个。用我万事千秋换你风华绝代。哎，这个我喜欢这种关键头像非常的好啊。还有那种叔叔阿姨用的表情，应该是一个00后，因为现在很多00后都特别喜欢用那种复古表情包。哎，我是春暖花开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亲和，很像家长，应该猜不出来是我。我猜春暖花开，我觉得是一个
上年纪的人。这个五金建材肯定是个男生了吧，感觉是那种就是剃一个板寸那种，就是又壮硕带个金项链那种大哥。 AAA 五金批发，没错，这就是我的 ID。 为什么取这个名呢？因为我觉得我以前那些名字都太不成熟了，所以想取一个 ID 让人一看就是我非常的成熟，成熟稳重的男人，还可靠。好，果然跟我有一样的 AAA 家人婚纱摄影。嗨，好一个婚纱摄影，我必须艾特一下有同行。没想到在这里也有同行。既然跟我的想法这么小众的赛道都有人想到，到底是谁？ AAA 家人婚纱摄影。家人造就你的美，时不时的打一下我们的 slogan。 我想要约，我打个预约热线，预约热线。这还给这打广告呢，家人造就你的强大。我看看他给了个电话号码过去，我看是谁，安徽蚌埠的。是空号，怎么是个空号啊？怎么是个空号？哇，这都什么啊？这啊，我有点跟不上那个节奏啊。哎，总 PD 发话了啊。欢迎各位玩家来到城市捉迷藏，这是一档青春游戏社交节目。十二期节目中，你们将奔赴到各大城市，在城市街头开启十二场猫鼠大战。准备好认识你的新朋友了吗？在城市捉迷藏之前，不妨先通过几个小问题了解一下彼此吧。怎么了解一下彼此了？我觉得呀，先看大家说什么，尽量少表达，表达的越多越容易露馅，模糊自己的信息，让别人不了解自己。但是你要想要试图了解别人，也得费点心思。你是聋人还是淡人？是我是个老人。我已经看不懂什么叫聋人和淡人了。我觉得我是个老人。这什么叫聋人和淡人啊？算了，我就一直喵喵吧。聋人还是淡人什么意思？你是聋人还是淡人？什么意思呀？风俭游人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是淡人。哦，我要混淆视听，对不对？这什么意思？春暖花开问，什么意思？他应该是上年纪了，应该是我妈那个年纪了。OK， 我将给出最官方的答案。哦，有人查了，上网。哦，情感体验深刻的印象，那我应该是淡人。我觉得是淡人，我应该是淡人吧。我是可浓可淡。我是家人。我是家人 ，OK 了。我是都市丽人。我是成功人。我是聪明人。我是强壮人。我们这群里纯是以毒乱回。深夜 emo 还是白日发疯？ emo 是什么？ emo 是不是有一点不知道，会不会有点太夸张？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 emo 是什么。大哥，你知道 emo 是什么吗？好，不知道，我再装一波。emo 是什么 ？emo 是什么？这问的是不是有点假了吧？前辈，没得说，前辈，春暖花开，大前辈。白日 emo， 我是白日依山尽。怎么开始念诗了？白日依山尽。下一句。这是我妈来了吗？妈是你吗？
这个春暖花开真的很有我妈的范儿。妈，他说妈是你吗？怎么还有喊妈的呀？啊，这都是哪个？我真的在很努力的跟上这个节奏，但是好难。我肯定是 A， 我深夜 emo， 当时发疯啊，谁喜欢 emo 啊？但我其实是白日发疯，深夜也发疯，怎么办？我是白天先发疯，晚上再 emo。我是一个成熟且自律的人，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。你不能接受的队友是 A 跑不动， B 没头脑， C 不高兴。我觉得啊，智商的话一定要比我聪明，体力的话跟我一样差不多就行了，情绪上面的话可以不稳定这样的话可以闹起来。如果这个人经常不高兴的话，他就会影响我的情绪，我就会当场跟他翻脸我跟他说都不喜欢，这太少了，没概括全我不喜欢的队友，我开个玩笑而已，随口一发，随口一发。没有不能接受队友，我都 OK。时装帝来一个，我都 OK， 还是会做人，情商真高。我换一个喵的情绪。这个好可爱，我发了个老鼠，然后他就发了个猫，他就对上我。这个人叫丫头，然后他头像也是这只猫，看他应该是一个很喜欢猫的人，而且应该是个女生，我觉得。你会为了赢不择手段吗 ？A 是是 ，B 是否。我的选择是我可以断手。很冷是吧？好的。我其实胜负欲没有那么强，我觉得注重于过程，择不择手段都行，开心就行。我不太会，这是我唯一会想回答的问题。 A 是，既然来玩游戏，那它是游戏嘛，我就会认真玩。那认真玩，那肯定就是要十八般武艺你都得上呀。金牙是 A， 跟我一样，就只有他，其他人全是 B。咋啦？这胜负欲，看来只有他能跟我争。我又开始了。这个女人会独立、闪耀又美丽，是吴宣仪。因为她发的表情包，她曾经给我发过。哎，这个表情包只有她会发。猜到了，我猜到了。哎，我直接在群里面点出来，她怎么样？这个人好熟，这个人好熟，这个人好熟。我朋友圈好像有一个人是这样的名字，是谁呀、啊？我怎么感觉每个人头像都感觉应该是女孩啊？你看，我给你推测一下，这个在地球做饭的外星人应该是个男孩，成功人士应该是个女孩 ，AA 五金批发应该是一个女孩。这个美丽绝对是男孩。问题环节结束，你有发现感兴趣的队友吗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将有十分钟私聊时间，请去获得更多人喜欢吧。十分钟的私聊时间，哎呦，这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我想想啊，我觉得没有人会对我感兴趣吧，我基本上没有说话，然后就拍了拍，发了表情包，完全没 care， 我不在乎别人喜不喜欢我。我知道一个搅局，那我要先加这个婚纱摄影。哦，那我就先全部加一遍吧。我一个一个加，我都加一遍吧。聊不聊现在说，都加上。这个就是加了五个人了，已经，我觉得有点对我造成负担了。我可以不主动说话吗？等一等大家跟我说话。通过这一个班群聊，还是能看出来大家性格的差异的。就有很多人，他就是挺善于沟通，起码挺喜欢聊微信。但有一些呢，就
相对不是那种群聊型选手。但我也不是很爱其实，但是我在网上就是不喜欢，就我朋友圈我都很少发。我不要做那个完全没有存在感的人，我一定会在我该出现的时候疯狂出现。这哎，高冷男为什么要加我微信啊？他是不是想加每一个人啊？我不加。Hello Hello， 加好了，我是24K 纯高冷。高冷。因为其实陌生人上来就发语音，这个其实会让人有种排斥的感觉。我妈就特喜欢发长语，一条60秒，一发发7条，你可以不听，回复一个好，都可以。哦，回个哦，好。你真的一点都不高冷，你好无趣。他说我一点也不高冷，他说我无趣，有吗？他挂我电话，我不要面子的。你说我不高冷我都可以忍，你居然说我无趣。你不仅不高冷还无趣，甚至玻璃心。哟，他给我打电话，我这怎么接呀？我这没法接呀。没关系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就算是好朋友突然给我打语音，我都要考虑一下接不接，因为你总觉得微信你收到语音通话，它一定是件严肃又急迫的事情，就是会给人一种负担。直接谈视频。OK。啊，没福气，成不了功了。挂了，你成功不了了。美丽，美丽。和成功失之交臂。怎么这么多人？等一下，生意逐渐开始变得不错了啊！我现在当客服来了。你好，宝子，咱们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化拍摄，想要一个80年代稍微怀旧的风格。咱们这里打算什么时候拍？你别给我装，你别给我装。天哪，旁边是谁啊？笑声我都听到了。他说宝子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太好？不能笑太大声，会被他们听到，因为他们就在隔壁。婚纱摄影平时都挺累吧？还行。就是生意不大好，我推销一下我家的螺丝吧。你们那边有没有需要灯泡、锤子、钉子、挂相册？挂相册，真是遗憾，我离婚了，我离婚了，婚纱照就不补拍了。我不太需要了，你们还兼职当婚介所吗？我最近相亲有点困难。可以帮您留意。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怎么办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这里是佳人婚纱摄影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哦，哦，我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们这边是不方便透露这个工作人员的本名的，但是你可以叫我小刘。小刘？
咱们这边姐是想要安排这个婚纱摄影吗？我想早餐预定耶。咱们这边是不是打错了？我想一边拍一边吃，不可以吗？哦，这个是没问题的。那咱和这个您的爱人那边是一起来拍吗？还是？不是，我自己。自己来拍。是的。但是咱们婚纱照这边不支持单人拍摄。那我打错了，不好意思。OK， 好的，没事，期待您的来电。这人怎么老想赚我们钱呀？就每一个人都不可相信，就大家都在大眼特眼。喂？啊？喂？我以为是男生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变声了？哎，没有啊。你虽然没有变你自己声，但是你肯定用别的方式。哦，真的没有。你再假一点。哦，没有啊，因为我讲话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我要挂掉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喂？喂？喂，你好，声带不要，可以捐掉。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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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嗷。嗷。嗷。你再给我嗷。哈哈，你好凶啊。Sorry。从哪儿来啊，朋友？那个西域而来。从哪儿？西域而来。我好像听出来你是谁。那我是谁啊？是谢同学吗？我是男孩。你是男孩？对啊。不可能，你再给我清清嗓子说话。好，对，我跟你自爆了吧，我是姓谢，请问您贵姓？我是王源。你好。这个是我回国然后参加的第一档节目，所以其实现在很紧张。好，你会做得很好的，加油。好，谢谢姐姐。不用客气。小丫头忽悠我，绝不是。这哎，就微博上已经爆了，王源来参这个节目，就我没办法假装不知道他在。成功人士邀请我视频。你好，想要成功吗？你这课贵吗？我不卖课。想要成功，自在心中，脚踏实地。你是传销吗？你很成功吗？也一般。那你别这么教我呀。瞎教呗。成功人士他，我觉得他的语气啊跟他的声音的音色，我觉得他是个00后。我是王源。这是谁？你看到是谁了吗？没有。春暖花开给我打电话，看是谁。想要成功吗？你这搞诈骗的吧？我只是激发你内心最深层的成功欲望，而不是勾引你、引诱你、勾引你、引诱你。你勾引不到我。这是谁呀？Hello， 想要成功吗？怎么成功啊？彼此欣赏，互相成就，谢谢。那我说实话，这句话对我没什么用。说实话，给我挂掉了。我知道是谁了。这我知道是谁了，应该是。也给我来自同一个地方。你好，
想要成功吗？我们这边是这个家人婚纱摄影的，您跟您爱人那边定好了时间，随时通知我就行了。咱们这边摄影师呢都是现成的。好的好的，摄影师是现成的，有现成的爱人能给我安排一个吗？哦，咱们这边还没有爱人，那你拍什么拍什么婚纱照啊？那就别拍了。刚刚爱拼财务员给我打过来，是个女生，对吧？会不会用变声器啊？不会有这种东西吧？他那个声音听起来。我是轩怡。他说他是轩怡。他已经说的是谁了。我跟他说，我是李斯丹妮吧。我是李斯丹妮。真假？真的吗？我是李斯丹妮。不对，李斯认不认识他呀？他要认识，我是假的。我必须等一下要跟李斯丹妮说一下这件事情。喂，李斯，你认识轩怡吗？吴轩怡。你给我录一句话好不好？你给我录一句话好不好？假如说你说你就是什么轩怡，你到底是不是轩怡啊之类的。哎，我们是 bro 好吧，我们是 bro。 我跟他还是微信朋友。好了好了，你给我发一个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你到底是不是轩怡啊？哎，你到底是不是轩怡啊？你真是李斯丹妮。这个死状跟我说他是李斯丹妮，我说我是吴轩怡，他给我发个语音过来，真是李斯丹妮。他特别是一听就是李斯丹妮的声音，他说你到底是不是轩怡，我说你真是李斯丹妮，我以为你骗我的，我说我叫谢可寅，初次见面。哎，炸出来了，还是谢可寅。对面说李斯丹妮。我觉得我太讨厌了。哦，恭喜你们都找到了自己最感兴趣的朋友，但别以为就结束了，让每位玩家在一分钟内私信总 PD， 我选出一位你目前现场最无感的朋友。好损呐，最无感的朋友。那不难选，我已经选出来了，立马就有，因为他们回我。我们俩又没有主动加对方的微信，选一个从来没说过话的人呗。因为他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他不跟我虚话，受不了，在群里发一堆，一直发一堆一样的表情，受不了。第二排第三个，那是谁？群里的。点指钉钉点到谁，谁就是我的钉。我估计没有人跟我的选项是一样的。这别在群里了，怪伤人的。那我弃权好了。现在请每位玩家选择出一位最有好感的朋友去按响他的门铃。我是不是有让他们彼此偶遇的机会啊？丫头怎么突然换了个头像，她改成了总 PD。 我就可以艾特所有人，我说现在出房门，你看看爱拼才会赢，她相信了。所有人开始发主动 Q， 大家都在跟对心。哦，不，所有人都相信了，不会吧。没有，这是叫我去成功人士出门选择。我成功人士出门了，我听见声音了。
被骗了，不是 PD 艾特的我，是谁艾特的我呀？啊，没被骗啊，没被骗啊。总 PD 拍了拍我，真假 PD。啊，终于到我出门了。我先去看谁用谁借我敲谁，我不管了。看一看啊，看一看，都不出声。哎呀，好难选择。哎，这不好用啊。我是都市丽人，聊天话题越怪，情感升温越快。我们围观了 Z 时代的线上交友大赏，更加期待玩家离开网络，来到城市街头捉迷藏的精彩表现。各位玩家，今天将进行第一场城市捉迷藏。那我们要结盟吗？你是猫还是鼠？你们敢不敢把你们的牌露出来？敢啊！我身份很硬，我都不知道我俩该怎么输。想不到输法，我现在从这个湖里面跳进去，我都输不了。等一下，有猫过来了，快跑，快跑！拦住他，拦住他！你跑不了的，真的。放过我，走走走，跑快点！因为开启搜索模式，又坐落到城市。就呼吸飞檐走壁，找到你，躲开你。沿着地图解锁道具，脑力体力对局，打破边界探索奇遇，认识你，了解你。甩掉那些焦虑，那些是我一天的情景，享受拥抱的暖意，那就是我的心情。想要找到默契，想要找到生活有余悸，就站在家里，让心情 set free。怕什么？人生心里突然袭击，抓住你，躲开你，让多巴胺疯狂分泌，来拯救不开心。找个朋友一起游戏，超可以，超可以。甩掉那些焦虑，发现生活里更甜的气，享受拥抱的暖意，感受生活的心情。想要找到默契，想要找朋友一起。让心情 set free， 喵喵喵，你往哪跑？跑不到，跑跑跑，尖叫拆招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城市捉迷藏，和嘉宾们解锁不同城市玩法。上微博搜索城市捉迷藏话题页，参与节目更多精彩互动。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、网易娱乐谈心社，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，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，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，个别合作智行、高德、百度、网易有道词典。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、中国新闻网、国际在线、北京网、红网、凤凰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。城市捉迷藏，开心最重要。